所有比赛都是残酷的，第一名永远都只有一个，只有你得到名次的那一刻，所有人才会把目光放在你身上。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是时间，时间它就像是我第二个教练，他看过我最菜的第一天，他告诉我说必须日复一日重复同样的动作，即使我厌烦了，即使我很想要抱怨。时间知道我很多弱点，他总是用挫折考验着我的初衷，但时间总是陪着我，一项一项的打败他们。我不是每次都能完美落地，我也不是每次都能轻易的说出不要放弃，坚持梦想吧，这些激励人心的话。看看这些伤痕，这些都是我实现梦想的证明。时间反复淬炼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，时间也反复淬炼我的不完美，直到我完美落地。接下来，时间会带我去哪里？